谢谢，美国的各位朋友，还有这个华春会长，和这个日本的这个笔会，女性笔会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非常感谢张会长、杨会长的邀请，给我一次机会和大家一起讨论日本文化和文学，非常感谢，非常高兴。现在刚好是樱花最盛开的时候，基本上它再过一两天就会开完了。美国呢好像 DC 要更晚一点哈，或者是现在已经开始开，所以我就把背景上面的打上了上野的樱花，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我今天讲呢，就是日本文学的风土性啊，分这个一会儿我给把文字打上来供大家参考。就是说，日本文学呢，我是从小的时候就有接触哈、啊。小的时候还是在上中学、高中的时候呢，我就读过一些这个儿童文学。我对日本的儿童文学呢，特别是这儿童的故事，我特别感兴趣哈、啊。有一次呢，我读了一篇这个日本现代的一个小说，读完以后呢，当时我对日本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了解，我就觉得。有一种跟自己好像不能很融洽的那种感觉哈，觉得他描写心理是非常深的，又非常的这个细，但是呢，好像总是比较狭隘，比较这个范围比较窄，给我一种精神压力啊，但是这个就是说我以前读的这个。欧洲的文学或者中国的这个文学，这些小说啊什么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一直是一个谜团哈。后来呢，我到日本留学，现在到今年已经40多年了哈，接触日本就各个方方面面都比较多。我最近才逐渐的把这个谜团给解开，我就想呢，把我的这个体验。这个体会呢，今天能够跟大家报告一下，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个参考，我就觉得非常高兴啊。好，那下边呢，我就把这个文章打上来，请大家，参考啊。好，我今天呢准备的大纲哈，一边讲我一边往下滑，大家一边看一边听就可以了。主要我分5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介绍一下日本文学的特点，第二呢是物哀。讲一下物哀。第三呢是这个梅花，不是梅花，樱花哈。樱花它的这个也可以说意象，但是不一定只是意象，还有它的历史哈，就讲樱花。第四呢是风土的发现，第五就介绍一些其他的作品。在这个第五部分当中呢，我们会有3位女士来为我们做精彩的朗读。今天非常感谢3位女士，王珊珊。和那个弥生和赵青女士哈，好，那我就进入这个话题主题哈。第一个呢，就是日本文学的一个特点。首先我们看一下日本的历史，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扫一下哈。那日本历史它可以分这个文字前和文字后。文字前的历史呢是绳文时代和这个弥生时代哈。文字就是引用中国的汉字，开始这个有书写，有这个文字留下的时代是从奈良时代开始，奈良时代和这个平安时代啊，这个平安时代呢，它是贵族时代，贵族文化非常的发展。接下来呢是镰仓时代啊，这是武士的力量开始抬头，然后下面就是战国时代。战国时代，它还有分小的时代，我就不再打上来哈。接下来呢是江户时代，那江户时代它是一个大众文化发展的一个时代啊，然后接下来是明治时代，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进入现代史，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到今天现在是令和时代啊，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哈。那在这个特别是这个90年代之后，日本的文学已经有很多被介绍到中国去啊，中文的版本很多。比如说举现代的作家呢，就是夏目漱石啊、欧森外、这个谷崎润一郎、
啊，这个芥川龙之介，还有这个川端康成，他是诺贝尔奖受奖者，还有现在活跃的这个村上春树，他们的作品很多很多都已经翻成这个中文了哈。那古典方面呢，就说有这个《源氏物语》很有名哈，台湾的这个林文月的一本，大陆的这个丰子恺的一本比较著名，还有呢《曹真子》这枕草子。这也是这个平安时代的作品啊，到这个镰仓时代的作品呢，有这个《平家物语》，这个王新喜的一本，还有这个郑清茂的一本比较著名哈。那说比较早期的把日本的文化文学介绍到中国去的，可以这个举我们中国的这个留日学生，比如说鲁迅啊，郭沫若呀。郁达夫、陶敬孙、田汉他们在日本呢，都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多多少少都介绍到中国去。同时，他们自己的文学创作当中呢，也受了日本文学的影响啊，可以看到这个一些影响的足迹。那现在的作家呢？现在的作家，比如说莫言啊、余华，还有今天在场的华春女士，他们也都受了这个日本文学、日本文化的影响。啊，那一般我们现在也就说日本文学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说啊，它有一个物哀的情绪，自然描写、心理描绘特别细腻。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么说啊。那我今天呢就想从这个华纯的一篇文章开手啊切入，然后提出我想讲的两个问题点啊。华纯女士的作品呢，小说有这个沙漠风云。这个散文呢有这个诗的诱惑，我都特别喜欢。特别诗的诱惑呢，它是介绍日本文化、日本的景点啊、传统啊、文化这样的哈，非常精彩。我就把它拿来作为我在大学的这个研究生院的这个教科书，和这学生们读。去年已经读了一年了，这个反应非常好，特别是有一些这个留学生哈。他们读了以后就说：“哎呀，我马上就要去看这个作者介绍的那个顶点，这个景点。”还他们真去了，真去了。但是因为是有这个 corona，COVID-19 的影响呢，他们想看的那个地方关闭了，就非常的遗憾哈。但是这个作品呢，他这作品非常好。我呢就举一篇《女人的花鸟风月》啊，这篇文章呢，它是介绍日本的这个拼布艺术，有虚构也有真实的。那虚构的部分就是他这个设定人为物之哈，他特色之物哀，自他然设定描这个写人物心呢，理描写，华晨的作品啊，大家不要张发罗音，风。把麦克关掉哈。这个拼布呢，他有一个介绍一个日本拼布艺术家叫惠子啊，这个惠子的作品非常有名，结果就传到了欧洲，法国的一个 Madame，她特别喜欢。他就干脆跑到东京来住在这个惠子家里一段时间，向惠子求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是看了惠子的作品啊，也欣赏了这个东京的樱花啊，他就对日本人的这个自然审美啊、审美意识，他有一个很深的这个体验。其中呢，这个华春女士提到这物哀格调啊。好，我现在把文章这块文章打上来了。我呢，首先先给大家读一下，我不能说朗读的那么好啊，先读一下，然后再继续讲哈。隐隐约约的拼布上面的光影，顺着针脚和布的纹路，形成物哀的情绪，流向了抓着他们的一双手，又顺着手指爬进了 Madame 的感官，似是漂浮在荒野的目空，似是。寂灭流转于瞬间变化的空间，有与无、色与空的幻觉一起涌来。突然间，樱花在一夜中如云似霞的覆盖了东京，赏花名所人山人海，几乎被围得水泄不通。Madame 逃进路边的一家美术馆，在美术馆里来回徘徊。他意外发现一幅版画，同样浮现出惠子作品里的哀愁格调，但是整幅画是一种高尚的境界，那种完美令他惊心动魄。Madame 知道
自己在这里遇到了真正的艺术天才。他不禁呆立在那里，直到有人催促，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惠子听说此事，立刻猜出名画就是著名画家东山魁夷的《萧鹰》。他抬头望见明月，漂浮空中，当机立断要侄子马上开车过来，不由分说地带上 Madame 朝山野方向快马加鞭地赶过去了。 Madame 环顾四周，终于吃惊地发现萧鹰的迷人意境就在眼前，朦胧的明月以及团云簇拥的花帽竟和版画里一模一样。他张大了嘴，原来这并非是山东魁的梦呓和幻觉，他确实在场，以动荡人心的力量长驱直入。澄静的空气里似乎能听见每一片花瓣从花蕊剥离的声音，一阵风起，樱花像吹雪般的旋舞起来，然后纷纷落下黑色的幽谷。惠子柔情解释，萧鹰为什么会带来淡淡的哀愁，因为日本人认为一刹那欲虚手的美，转眼就是虚空、空无和生死离别，因此从树上飘落的是一种忧伤，一种无常。写得很精彩，我现在画了下线的部分，就是要讲的部分。首先就是说在拼布上有一种物哀的情绪啊，同时在这个物哀的情绪呢，在樱花特别是东山魁夷的那个作品萧鹰当中也有存在。而且呢，惠子他解释为什么有一种这个哀愁，是因为日本人他认为美是一瞬间的东西，转眼就是空无，就是生死离别，就是说生与死的转变是非常非常快的那种，他们之间隔的只像一层薄薄的纸那样。所以日本人对樱花他们感到，特别是落樱，他们感到一种忧伤，一种无常。这里点出了一个无常啊，对樱花的这个意象很重要。那我们看他这里举的这个东山魁夷的画啊，是这个版画，大家看看，这是在山上啊，明月照着这个盛开的樱花，可能每个人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哈、啊，会不会能够感到一种悲哀，一种哀愁啊？作者山东魁夷他有一个有一个解释，他说，倘若樱花常开，我们的生命常在，那么二者的巧合不会引起任何感动。花儿由于其可能凋谢，才更显出生命的光辉啊。他这个说法也就是也涵括了这个生命的短暂啊，这个一种无常观在这里。因为短暂，因为无常，这个樱花才吸引人啊。这个他这个解释跟华纯的那个解释啊，基本上一致。好，那我就点出我的问题点：物哀和樱花。那我们看物哀啊，这个物哀呢，在日语的发音是 mono no aware 啊 ，mono 就是物啊 ，aware 就是哀的发音。那这个物是什么？是我们身外的，这个所有的东西，风景啊，物质啊等等，这是物。哀是看了这些物所产生的内心的感受、感情啊。重要的是哀，那我们把这个哀先看一下，它叫阿瓦雷，日语写的阿瓦雷，它实际上原来在平安时代大概要发音是阿法雷，有一点音和现在音不太一样。它的语源啊是什么？实际上它是一个最开始啊，它是一个感动词，就是一个啊的发音，在奈良时代、平安中期都是这样子啊，它是一个感叹词啊。原来它是这样发音啊啊啊，加一个哈嘞啊哈嘞是这样的哈。那啊啊什么？就是咱们的啊
两次发音啊啊，一种感动。Hare 呢，用汉字表示就是情，它表示一个什么心情呢？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东西，或者是非常可爱的东西，或者是高尚的不得了的东西的时候，那种心情一下子晴朗起来，一下子光亮起来，那种感情，他说啊啊 Hare 啊啊 Hare 发音以后呢，会缩短，把啊去掉一个，叫成为啊哈嘞啊法嘞，然后又发生语变。那就变成阿瓦嘞，我们现在发音呢就是阿瓦嘞，啊，它表示一种深切的情绪，而且这个情绪呢，它要用这种发声一种感叹的音来表示。这个呢，我们可以现在在日语的这个古典这个古语词典当中可以找到啊，古语词典当中它还列了一些阿瓦嘞的含义啊意象，比如说第一是表示深深的趣味。啊，第二呢，表示这个孤独感、惋惜、可怜这种感情；第三呢，表示爱呀、人情啊、珍惜、可爱的这种心情；第四呢，是表示尊贵、敬仰啊这种情绪啊。那实际上，这个阿瓦勒是在奈良时代、平安时代很多次使用多用的一个用语。但实际上，我们现在说的"物哀"这个用语，不是在奈良时代、平安时代就有的，是后人造的一个语，哈哈，一个词。是谁造的呢？是本居宣城一个人，他是江户时代的人，江户时代的国学家啊。本居宣城他对这个日本的古典，特别是这个源氏物语，他进行了一番研究。啊，把那些语，这个词语语词用语啊，这个表现的这种含义啊，全都研究出来。他写了这个，《源氏物语寓之小志》，一本书哈，这可以说是源氏物语研究的最早的一本专著，啊，那源氏物语大家可能都知道，它是平安时代的一个伟大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长篇小说哈，它通过描这个光源氏，当然是贵族。和他的儿子勋来描写这个平安时代贵族的恋爱，这个兴衰和这个政治欲望，这个权力争夺，它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作品，54册啊，登场人物430余人，而且这当中的一半是没有名字的，没有名字的啊，作者呢是子室部一个女贵族啊，那这个这个阿瓦嘞。现在我们探讨的阿瓦的，它是一个源氏物语当中多用的一个词，它表现的什么？是指对所见所闻所处之事，感于心而发出的感叹之声，有如啊，这是本居宣禅第一次这个阐述的啊，他把这个阿瓦的进行了一番研究以后呢，他指出呢，阿瓦的有三个效果。一个是清心，就是，追求心的清澈；一个是和心，就是表示心的和睦；第三是静心，就是表示心的净化升华。啊，有这样的效果啊。也就是说，这个阿瓦嘞，它包括了多种的情绪，比如说喜呀、新奇呀、珍惜呀、寂寞啊、忧这样的。这当中。最早期的他是高兴、兴奋，是这种心情，从这样的表示这种心情出发的啊。到后来，人们呢把这个汉字里边有的这个"哀"字加在阿瓦阿哈嘞的这个上边啊，这是后人加的。本居宣长呢就说这个是不正确的，他绝对不用这个这个"哀"字，他只用阿瓦嘞这个片假名啊。那我们可以举一些这个例子哈，都是这个源氏物语当中的啊，比如说这个感叹表示感叹，它有这样的，阿瓦的伊豆萨木西呀，意思就是啊，好冷啊，是一种感叹，没有哀愁啊。还有一个例子呢，就表示可爱啊，他就说这个西多嘎拉诺阿瓦的你，纳萨克阿里西米果果罗，云云哈，就说这是描写这个。源光源氏的母亲
啊，铜壶，它非常可爱，爱情也非常深。在这里边是说的这个阿瓦嘞是表示的可爱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哈、啊，第三个呢也是表示美丽哈，阿瓦嘞那鲁西多米兹鲁卡纳，我看到了很美的人了啊，这表示很美美丽啊，还有呢表示尊贵的意思呢，就是说有这样一段，提拉诺萨玛莫伊多阿瓦嘞那里，这个寺院很尊贵哈，我就写错了，很尊贵应该是哈，表示这样，就说这样的用语，这个用力很多啊，就说它开始并不是表示哀愁，表示哀愁要到平安时代以后哈，那我们看，这个源氏物语哈，诞生是在平安时代，但是呢，被这个本居宣长研究呢，是在江户时代，他们相这个之间相隔的时间是900年间，啊，很时间很长。900年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日本文化它就受了儒教的影响，受了佛教的影响，它的这个武士文化、大众文化已经很发达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江户时代他们兴起了一个国学风潮。国学风潮的代表人物就是本居宣长啊，他的这个出发点，他的立场就是要对抗儒教思想，对抗汉学，提倡国学，重视固有文化，所以他研究的这个源氏物语啊，提出这个物哀这个一个审美意识啊。其实他的研究是，刚好是日本人的主体性的发现，新的一个发现啊，可以这么说。那在过了几百年以后，到现在日本又有一位这个学者，出来研究物哀啊，就是和实哲郎啊。和实哲郎的物哀论，我可以介绍一下啊。和实哲郎他有一本书哈，是日本精神史研究。1926年出版的，他就是继承了本居的理论，然后把他本居的理论当中不足的地方弥补，进一步把这个物哀研究往深处研究了啊。他的结论是什么呢？物哀，它是这个表示代表平安时代贵族文化、贵族文学特有的性质啊。他的研究的这个。起步呢，就是对本居的清心、和心、静心的根据产生疑问，产生质疑，从这儿开始的。他认为这个提出这三个阿瓦雷的效果，但是他的具体的心理根据没有啊。何时呢，他就用心理学，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个角度呢，更深一步的探讨了阿瓦雷啊。物哀这个审美意识，啊，他就说呢，这个物哀本身具有一种追求纯化的倾向。其实这个他说的，他得到的这结果呢，跟那个本居的这个清心，特别是这个静心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他把它更推向具体的一个深的一步，就是说这是一种无限性的感情，啊，这个感情是什么？是对恋爱和母性的永远的思慕，啊，这个永远的思慕就跟物哀，有深厚的、非常非常深的联系啊，它是一种情感的追求。那这个这个物哀的这个它所产生的这个基础是什么？何时他指出两个，一个是平安时代的精神特征。一个是平安时代的这个生活特征啊，就也是社会特征啊。平安时代精神特征，他举说，平安贵族他们的精神状态是什么？他们缺乏毅力，缺乏强烈的追求，也就是说缺乏理性的追求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同时，他们也却具有非常敏感的感受性和咏叹性，这两个相矛盾的这种。这个性格的特征同时存在于这个平安
时代贵族当中啊。那物哀实际上是平安时代女性贵族创造出的一朵花。我们知道现在说的这个《源氏物语》，还有这个《枕草子》，都是女性写的。平安时代的特别著名的作品，大多都是女性写的。这个跟其他国家的古典很不一样啊。为什么？就和这个平安时代的精神特征有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平安时代的社会特征，特别是婚姻形态啊，它这婚姻形态是走婚的，这个时代走婚。现在中国也还有在少数民族也有走婚的地方哈，他们也是从奈良到平安都是走婚的，男性啊要他们要到女性家里去度夜啊，度夜呢到早上就要回来。但是他们这个走婚是有一个程序，不能随随便便就去，也不能打个电话发一个短信去哈。就是一男性贵族，他知道了一个某某家里的一个小姐非常的美丽哈，他就想去跟她求婚。这样的话，他首先必须要投一首和歌啊，投一首和歌以后，这个女方她读了以后，她觉得特别好，她就会回一首和歌啊，就说挺好的什么的。这样的话，他们的这个婚姻就成立了，马上这个男士就可以进去，但是不一定每次那么顺利呀、啊。有的时候，这个女性她文学水平也很高，她一看这个和歌，没意思，写的太不好，她也会回一首歌，然后就讽刺他，讽刺他这样的话，这个婚姻就不成立。这个贵族呢，他也没有办法去进去，或者是理论理论，没有这样的，他就一边哭一边往家走。就回去了啊，是这样的。当时的这个男性，贵族男性，他们唯一的这个重要在乎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一个是恋爱，一个是争权夺势，啊，他们非常多情，因为是走婚，他们可以每一天换一个女性啊，非常轻佻，是他们的特点啊。那在与此相比，女性是怎么样的？女性她们是以恋爱为命的。因为他们能够攀上一个贵族男性的话，他们的经济来源就可以解决了啊。没有人爱他们，那他们的家的生活就会很困难。他们非常苦于男性的这个轻佻，追求希求爱的永久，他们思慕不安紧张，而且女性是生育的，要生育的，这样的话，他们对这个爱的追求。就和男性很不一样，他们很强烈啊，很强烈，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没有办法出去去找这个男人，他们只能在家里等，什么时候再来一首和歌，只能在家里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哈，而且他们又有文化，女人就开始书写啊，写小说，写这个散文，写和歌，来宣泄他们的不安，宣泄他们的思慕啊。可以说，这个永远的思慕，实际上他们有很多是求之不得的，因为求之不得，那就产生了深深的悲哀，深深的悲哀引出了深深的咏叹，这样的话，物哀的情绪就出来，啊，表现在他们的作品当中。那我们说，男性没有深深的这个追求吗？有，比如说，《源氏物语》当中的主人公光啊，这个光源氏，他这个女性的这个履历太多了啊，很多女性都喜欢他，他每天每天都跑这个女贵族家里去。但是其实他在小说当中描写是什么？他是追求幼小时代死去的母亲啊，追求他的母亲，永远是母性的思慕，对母性的思慕，所以他喜欢的女人。都是有点像她母亲的那种那样的女人，啊，也就可以说，不光是轻佻，不光是好色啊，还有一个更深的心理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啊。那这个呢，研究到这一步是何时的功劳啊？那他就说，不同时代的这个精神呢，会约束不同时代的这个，会表现不同时代的这个文艺特征。所以，物哀它实际上就是表示了这个平安时代的贵族文化的特征，而不代表
文艺一般的性格，啊，那本具宣传他认为这个何时认为他是缺乏心理根据的追究，那当然了，在和这个江户时代还没有心理学，心理学是一个现代的一个产物哈，那他就是何时他就从这个心理学社会学角度呢来这个进一步追究了物哀的。更深的理论，这个更深的这个根据啊，它产生的这个一个背景在哪里？它这也进行了这个研究。那这两个人的研究呢，现在基本上已经得到了这个认可，在这个日本文学当中呢，都同意了他们两个人的研究的结论啊。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物哀原本是什么样的，它起步是什么样的一个意象。然后后来又怎么样？有变化哈、啊。好，那我们下来再看，其实物哀和樱花的意象有关系的哈。那这个樱花，我就把意象去掉，因为要谈到历史。樱花呢，在日本的历史呢有2000多年啊，在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历史书，比如说日本书记和最早的诗歌集，万叶集当中都有。那我们看樱花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梅花来提出来做个比较啊。梅花是中国原产的一个植物，它在奈良时代呢，通过节度使，通过这个使者，或者是通过这个留学生，带到日本。它一开始就进入宫殿啊，被移植在这个皇宫里边，它是宫廷之花啊，非常受到这个欢迎。樱花呢是日本山间野生的植物，它以前就被称为山樱啊，又是农耕的守护神。到后来，它要比梅花晚很长时间，到后来才被移植到宫内，成为家樱。逐渐的，在平安中期以后，逐渐的取代梅花，成为宫廷之花、贵族之花啊。那我们看记载啊，这个日本书记当中有一个记载，这是可以说是比较早的一个记载，402年11月。啊，吕中天皇宴会宫廷，这个时候樱花飞落酒盏，就是樱花的这个花瓣飞落在他的酒杯当中，他马上命令这个侍从呢去找这个花，结果侍从他们在山里边把这个樱花找到了，天皇见了以后非常高兴，他就把自己的神宫，把自己的宫殿呢命名为番禺至阴宫。番禺是这个宫殿的所在地的地名儿啊，他把这个宫殿呢叫做至阴宫啊。这个记载可以说是比较早的记载，我们可以注意两点：第一是时间，11月。一般我们说到樱花呢，都是现在开，春天开，但是这个季节它会有11月，就是到初冬了。我就查了一下这个樱花的种类，很多很多，而且我查到啊，有十月樱这个东西啊，看大家看。这边就是十月樱，啊，它就是10月以后才开，可以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十月樱这个品种，在400年的时候已经在日本的山间开了，啊，还有一点呢是什么？这个描写，啊，樱花它飘落在酒杯当中，这个描写是真是假，没有办法考证，但是我们可以马上就可以体会到，这是一种文学性的书写。是一种有审美意识的书写，也就是说，樱花传到宫内，它是第一个，它是有一个引起日本人对美的一个发现，啊，这个很重要。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418年的一个记载哈，允恭天皇他给爱妃伊藤郎姬的一首和歌啊，当时因为是走婚嘛。他去这个爱妃家里去度夜，啊，他的太太非常严格，所以他好长时间没敢去这个爱妃家。有一天他去了，去了以后，第二天早晨呢，他在井边看到了，发现了一株樱花的树开着花，他就咏诵了这个一首和歌，意思是什么呢？喜爱樱花的我，怎么没有早爱上这么美丽可爱的女人啊？在这里，樱花，它是指的是伊通，这个郎姬，啊，也就是说，在奈良时代，这个樱花呢，它是美丽的少女的象征啊，这个绚烂的象征，已经
在这个400年的时候，已经有樱花移植在宫中贵族家里啊，已经开始成为贵族之花啊。这里边并没有死的阴影，它的悲哀的阴影也很少。那我们再看樱花原本的它的这个羽根和边这个标志是怎么样的，书写的汉字是怎么样的哈？它开始没有汉字，日语以前没有汉字，它只有音，就是 sakura。萨库拉啊，平假名，我现在看的这个平假名是在平安时代日本人创作的这个文字啊。它在奈良时代，因为有汉文传入日本，他们就都学习汉文，他们就把汉字选来做标音字啊。他们选了左九良这三个字，这三个字的日语发音就是萨库拉啊。所以这个 sakura 左九良已经失去汉语的任何意思，它本来的意思已经没有了，它只用音来，这个表示日语的发音。这个我们可以从日本最早的词典叫做《我名类聚抄》当中看到，这个词典当中没有樱这个字，只有左九良这个字，所以我们可以知道。Sakura 最早的汉字标志是左九良，那到之后，因为受到了日本，受到中国汉诗的影响，才从汉诗当中选出樱这个字啊，樱或者樱花、樱华这个字来，这个用在 Sakura 上边啊。那我们再看这个万叶集啊，第一部诗集，它当中呢，它是有4500首诗歌。当中呢，这个咏诵了很多植物啊，我们可以把这个植物的这个它这个最多的排列啊看一下，第一位最多的啊是秋这个植物138首，第二就是梅，很厉害的哈、啊，梅花118首，第三呢是松81首，那樱花在哪里呢？樱花在第八位，仅有42首啊。在奈良时代是这样子的哈，那在诗歌当中，已经有用这个左九良，或者是要有用樱这个字的时候，他们是主要是来源于中国的汉字和中国的汉诗啊。在奈良时代呢，他们贵族们特别的积极的学习中国的诗歌古典诗，他们也写，已经有怀风藻。和凌云集，凌云集是平安时代哈，有这个汉诗集出现。当时他们实行的，他们兴的是唐风模仿一个文学的一个这个流行哈。我现在就是在这举一个举一首诗，就是正午未下晋江守才女朝臣比良夫他的作品。比良夫就是用汉字来表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 Hirabu 就叫比良夫哈。它是这个春日试验，这是一首古诗，12句，就举四句哈。它是赞扬当时的天皇，天皇是天武天皇，他就说我们的天皇可以跟唐尧这个虞舜相并肩，这个相提哈。在这么伟大的天皇的这个主持下，我们的宴会会场是多么的美丽啊，绿叶啊，明月啊，还有樱花啊，山鹰，就。证明这个时候已经有樱花移植在这个宫中啊，他是赞扬这个天皇的伟大啊。当时呢就实行这个唐风模仿啊，樱花逐渐的进入宫廷，成为宫廷之花、贵族之花啊。它主要描写这个代表少女的美啊。这个描写这个反映作为一个自然生命的旺盛的一个表现，还有的时候用来表现旅情和这个乡愁啊。那我们看平安时代，梅花逐渐的开始被樱花取代的这个过程啊，比如说在弘仁3年啊，812年，这已经进入了平安时代，嵯峨天皇他召开了。日本史上第一次赏樱花会，啊，以前都是赏梅花会，第一次现在是赏樱花会。这一次开了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们现在也都是
一到樱花开的时候，大家都要聚集在樱花下面，开宴会哈。那再往后，仁和天皇，他呢，到他那一代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宫殿紫宸殿，紫宸殿，它原来左边种一株梅树，右边是菊啊，它叫做左近菊，左近梅，右近菊，左近右近是禁卫军站的地方。后来到他这仁和天皇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左边的梅树给伐掉了，重新种了一棵樱树啊，就变成了这个左近樱，右近菊。我们看这个照片，就是平安这个京都的这个紫宸殿，左边这就是宫殿，左边这是樱花啊。这个以后大家有机会去京都的话，可以去看一看。那我们再看和歌，就诗歌方面。平安时代第一首和歌，第一个和歌集哈，《古今和歌集》，它里边，咏颂梅的是18首，咏颂樱花的就达到了70首，可以说跟这个《万叶集》形成了一个对照啊。那我可以举两首诗啊，第一首，这两首诗是贺诗，第一首啊，世の中に絶えて桜の中に咲けば、春の心のどけからまし。意思是世间上如果没有樱花，春天的心情就会很悠长。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这樱花它总是匆匆忙忙的开，匆匆忙忙的落，所以人呢一到樱花的季节，就心里总是匆匆忙忙的啊，不能悠哉悠哉的。那马上有一个贵族男性就和一首，就说七里八口说一朵朵桜花美得だけで浮世何が差しかるべき，就是说正因为花落，樱花才珍贵。这个世间啊，有什么会长久？这里边就有多多少少有一种这个无常观在里边，但是他强调的不是无常，而是强调了樱花的美，啊，仍然是重视樱花，对樱花的兴趣啊。那我们现在提到，无常观就会想到佛教的传来。那当时日本没有佛教吗？不是，日本在奈良时代已经有了佛教啊。佛教传来的时候呢，是从这个百济他们使者带来的什么呢？佛像和佛经。日本人第一次看到佛像，天皇看了以后很震惊啊。接下来他就有一个 idea 就出来了，说好，我们就用这个佛像和佛经呢作为我们统治这个国家、整治这个国家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象征吧。所以他们接下来做了一系列工作，第一就是把佛教这个思想作为一个镇护国家的思想，啊，就是一个国家佛教。第二，制定了这个律令法，当然律令法是跟中国的律令制度，学这个中国的律令制度，而制定的哈。当这个里边呢，他们设了一个僧尼令，啊，就是说当时的和尚啊、尼姑啊，都列入这个官僚组织，他们都是官僚组织的一个成员。简单的说，就是用我们现在语言说，就是国家公务员，啊，不能有私僧出现，必须是都是公僧才行的哈。第三是建立这个，东大寺，这是奈良的著名的一个庙宇，在那里边住着大佛像，这是世界文化遗产，大家以后可以去看。再有呢，就是请这个邀请这个鉴真和尚度日，为他呢造了这个唐招提寺。第四呢，就是派和尚去中国取经啊，派的这个最澄啊、空海他们去到中国学习。在这个时代，奈良时代、平安时代的佛教，对于日本来说，他们是用来维护安定日本的政治，安定他们的统治政策啊，完善他们的统治政策。具体的，实际上，佛教当中的那种思想的渗透呢，还要等到下一个历史阶段啊。比如说到镰仓时代啊，到镰仓时代的时候呢，这个佛教的末法思想就开始渗透这个民众啊，佛教就从这个镇护国家的佛教呢，逐渐的转向这个救济众生称名念佛的这个方向。
日本的他们自己创作的这个宗派都是在这个时代产生的，比如说法然的这个净土宗啊，钦鸾的这个净土真宗，还有日莲的日莲宗等等。就是说，日本的古代佛教，他们开始在镰仓时，从镰仓时代开始，由国家佛教转向民众个人信仰。那就是说，从这个那这样的话，在镰仓时代的文学作品，它就很明显的反映出佛教思想。比如说这《平家物语》方丈记啊，《平家物语》就描写这个武士平家的这个荣华和没落。长篇小说非常精彩哈，他呢首章的开首这个一段文章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哈，我可以读一下：只缘精舍的钟声奏诸行无常之响，沙罗双露的花色表胜者必衰之兆，骄者必败，恰如春宵一梦；猛者遂灭，好似风前之尘。很明显的表现出佛教的那种无常观啊，它的终结就是说平家全都灭亡，都是在一个海域上打仗，全都跳进海域了啊，只有一个女性被救了，这个女性后来就出家了，出家以后呢，天皇叫做后白河法院去访问她去那个尼姑院的时候，她看见了池水当中有很多樱花飘落，他马上就咏诵了一首和歌。这意思就是说，池边的樱花飞落，铺满池水中，这个浪花如同地上的樱花正在盛开之时。这个意思，这首和歌它就有一个死在里边。落下的樱花是表示平家的所有人的死亡，但是他们落在水上啊。特别是女性穿的特别漂亮的那个衣服，她们都一块跳进水里自杀，那水上只流上了她们飘着她们的衣服，非常美丽啊，就好像樱花盛开，实际上也是一种悲哀，一种无常，一种死亡啊在里边。那到江户时代，这个樱花又发生了变化，江户时代它马上跟日本国民意识相联合了，联系了啊。江户时代的学者，刚才我已经提到本居，他有一首和歌啊，四季島の大和心を一問わば朝日に匂う山桜，意思是说，人若问大河之心为何，那就是与朝阳映辉的山樱花。他这里没有咏诵任何樱花的美丽，只是把樱花直接的与大河之心，大河就是日本了，与大河之心相连接。从此以后，樱花成为国花，日本的国花，啊，可以就是说用来代表民族意识，代表民族，日本的大和民族啊。还有呢，歌舞伎、舞台艺术在江户时代非常是这个兴旺，特别是忠臣藏啊，这个义经、千本樱，他们都是描写武士的，这里面就这个樱花就作为武士之花出现，比如说这个忠臣藏。这个主人公叫前野，他因为得罪了这个幕府当中的上司，他就被这个被命令自杀，要剖腹自杀。在自杀之前，他写了一首辞世和歌啊，風誘う花よりもなお我はまだ春の名残をいかに解かせん。意思是风吹花落，惜春之情无可奈何。啊，这里就很明显的把樱花的落花和死啊相连接在一起。那我们看，这是舞台，所以我们看他这个舞台当中是怎么表现的，是这样一个，穿白衣服的就是前野，他要用短刀把自己的肚子切开，就是剖腹。然后站在旁边的武士拿着长刀，在他切腹之后，会从后边把他的头砍下来。啊，那我们看这个场面，上方都是盛开的樱花。这个舞台艺术跟文字很不一样，它的力量很大，它就赤诸于目。这一个舞台上去，马上所有的观众就一下子不用你说明，他就会把樱花和武士的死相连接在一起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易经》千本樱也是这样，它这是它的广告。
这也是武士平家的逃亡武士的复仇故事，也是有很多死在里边啊。而且他的舞台是樱花名所奈良附近的吉野地区啊。你看这个背景就是樱花啊。这样看来，这个我们可以知道，樱花它在平安时代呢是贵族之花，它表示女性少女的美啊，表示这个自然生命的旺盛、乡愁、旅愁。到了后边一个时代，镰仓时代以后，它就进入武士文化当中，成为武士之花、死之花。那在歌舞伎当中，它表现出非常壮烈的那种悲怆美啊。那武士阶层，我们看它的作用是什么？其实武士阶层它是从平安时代就有，它开始就是为了保护皇族的一个军队，他们都是农村农民出身，有的是海贼呀、那样的，他们出身是不是那么高级的？但是他们逐渐这势力开始这个强大起来以后呢，就有一些高级将领要进入皇族，他们可以在皇族当中得到一个爵位，他们自己的女儿可以。这个送到皇宫来跟这个皇太子结婚啊，那对于贵族文化，他们也是参与的。贵族文化，比如说和歌，就是贵族文化啊。他们也写武士们，他们也写和歌，他们也去宫中去参加这个和歌的这个咏诵会呀，或者是宴会呀，他们是参与的。这样的话，就促进了武士文化的发展。而他们的出身，因为是民众出身。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当中，他们的文化又渗透于民间，一直到江户时代以后呢，就促进了这个大众文化的发展。他们起的这个作用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看了樱花和这个雾哀，可以大家可以基本了解他们最开始是怎么样一个意义啊，然后以后会怎么发展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四个部分，就是日本风土的发现，我要介绍。和氏哲郎，这个和氏哲郎是东大哲学系毕业的啊，是这样一个人。他曾经留学德国，在海德格尔手下学习这个实存主义、现象学等。回国以后呢，在京都大学任教。那他去这个欧洲的这个路程非常重要，当时不是坐飞机去，是坐船，费了1个多月时间。他从神户出发到上海。经过上海，然后香港、新加坡，然后绕过印度洋之后，进入阿拉比亚海峡，然后进入地中海，然后到欧洲啊，这么1个多月的时间，在他人生当中，开有了一个第一次一个大发现，是什么发现？就是风土的发现。他开始就只知道日本。我们知道，在日本生活的各位，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海是充满生命的海。啊，有鱼，有海草，可以为我们提供吃的东西啊。我们到海边去的话呢，有可以捡到贝壳啊，可以捡到小螃蟹呀、有的时候可能看到小鱼啊。然后呢，看海岸呢，它是很粗糙的，海岸很粗糙，它有挂着很多海草啊，或者镶着很多的贝壳在上边，或者我们可以闻到一种腥味儿，一种海草的味道。我们再从海上看日本的这个列岛，它是郁郁葱葱的绿色的啊。但是呢，这个和氏他坐船啊，他绕过印度洋以后进入阿拉比亚的时候，他就发现阿拉伯这个附近的这对面的这个海岸的颜色完全不对了，没有绿色，都是秃秃的山啊，都是沙漠。再进入地中海，他发现的地中海这个海域。主要是运用在这个运输方面，他们并没有让人感到有生命力在里边。他在看海岸，海岸就好像昨天晚上刚砌过一样，光光的、平平的，没有海草，没有贝壳，没有腥味儿。这个时候，他有了一个灵感，他说我们亚洲啊，有多神教，有凡神的那种思想，对于自然的那种。这个态度哈，为什么会非常喜欢自然呢？什么季节都顺着自然可以咏诵诗歌等等，是因为我们有丰富的海域，有丰富的这个风土。但是你要到阿拉伯地区，它就比较严峻了，没有水哈，这样的话就会有一神教出现。
啊，到欧洲又有它的特点，就是说人的文化，每个地区的人的文化产生是和这个风土有关系。于是他开始研究风土。1935年，他出版了《风土》这本书，这不是自然科学的书，也不是气象学的书，而是一个论述人的精神构造的一本哲学书啊。他的研究首先是开始于对海德格尔的一个存在与时间的一个怀疑，一个质疑。海德格尔的研究可能大家比我更详细，他主要重视时间性。但是呢，何时认为呢？光是时间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加上空间性。最能代表这个时间性、空间性的东西就是风土啊。他就是从风土的时间性、空间性以及南北地区的比较研究来推进了它的存在构造的研究啊。他把风土分了3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就是季风带地区哈，这个季风就是 monsoon 了，季节风啊，monsoon，亚洲，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湿气和暑气啊，这个呢，一方面给植物、生物以及人类带来丰富的富饶的恩惠啊，另一方面呢，它会用这个台风暴雨来给人带来巨大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块土地生活的人呢，他们的人生观会是忍从的、收容的，宗教会是多神教，啊，第二个种这个第二呢是这个沙漠地带，就是阿拉比亚、阿拉伯、非洲、蒙古，他们的特点，这里的特点是干燥荒凉啊，所以有一神教，人们的思考模式比较严格严谨啊。那第三个呢是牧场地带，这是地中海以北，就是欧洲地区啊。欧洲地区的这个特征呢是干燥与湿润规律性的循环，这样的话可以使这边的欧洲地区的人们呢，他们思考模式是合理性的，就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出现发展啊。他这样举了3个类型，特别重视了日本。他这样分析，日本风土呢有双重性格，一个是热带性的，一个是寒带性的。热带性的，我就说这个，看一下日本的那个，它还有台风的这个，还有地震的影响。看这个地图哈，这个上边它有几个板块，左边的这个板块呢，是这个欧亚板块，然后这边。右边呢是北美板块，这个东边呢是太平洋板块，然后南边呢是这个菲律宾板块。这些板块它们聚集在日本的脚下，形成一个断层。那就是说，日本它脚下是个断层。OK，然后呢，我们再看日本列岛的这个中间，它有一个黑线，看见了吧？黑线有好多黑点，这都是活火山。再看旁边有白色的点儿和白色的星星，都是也是活火山。也就是说，日本它这个岛国，它脚下是断层，啊，它脚上是火山带，就说它非常的经常是会受到这个台风和这个地震、火山的袭击。那日本风土的这个性格呢，就是说它四季非常的分明啊，冬季大雪，这个夏季下暴雨。然后还有台风啊、地震、火山出来，这好多现象呢，以前是不可测的，到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呢，变成可测的，地震也可以测到，但是我们依然没有办法抑制它，好嘞，OK，没有办法制止它啊，所以在这样的土地生长的人的人生观、自然观，他们就变成一个顺从、敬畏。虚无和忍耐，在日本没有说人胜定天这种思想，没有这个说法啊。那何时他就指出呢？日本的风土的双重性格呢，给人们生活也带来双重性格，一个是这个接纳性的，就是受容性的，一个是忍受的哈。那感情上，它也带来一个双重性格，一个是高扬，然后接下来马上就是低落恬淡啊，这个变化非常突然。
日本的国民性格呢，是一种冷静的激情啊，和战斗性的恬淡和悲观，这两个变化也是突变性的。从这我们可以想到，这个菊与刀这个文章里边也提到，日本武士他们好战，但是马上败了以后，马上就会自杀啊，这种突变的这种现象。那日本人的气质呢，这个和氏他就说是这个崇尚这个精神的昂扬，同时呢又忌讳感情的执着啊。他说日本的这种啊崇尚昂扬，但是又忌讳这个执拗的这个气质哈，用樱花来象征是非常有意义的啊。他把这个樱花和日本的性格就连接起来了啊。那樱花它就用来代表日本人的性格，迅速的、热烈的开放，马上又恬淡的飘落下去啊。也就是说，石河呢，他在日本这块风土的空间当中呢，发现了日本人的思想、宗教、文化所赖以产生的基础啊。这个他的这个研究非常重要，同时他的风土这个书里边还有一章特别重要的是呢。他论述了艺术的风土性格啊，他认为日本文化是偏重于这个非合理性和偶然性啊，有细腻的这个自然审美啊，极度的感情化和人与自然的内部关照，有这样的特点。具体的例子，他举了庭园的设计啊，还有茶道、能具、歌舞伎等，同时他还举了这个连句，刚才有这个朋友提到这个排句啊，排谐的连句啊，连句就是像我们汉诗的联诗一样，定一个歌题，然后每个人都去做。它是一个短诗，五个字一行，七个字一行，五个字一行，三行，七五七啊，五七五啊。接下来一个人读呢，七个字，七个字两行，也就是五七五一个人，七七一个人，许多人一起参加，但是他们就围绕一个课题，不会走题的。啊，因为什么呢？在排句和连句排谐当中，它有一个规定，就是季语、季节语啊。比如说春夏秋冬，你要是春天，你要是咏诵植物，它会有规定，比如说梅和莺啊等等。夏天有它的规定，你不能随便窜啊。因为有这样的规定，所以每个人各咏各的诗歌，但是连在一起，在情调上形成了一个统一啊。何时呢？称这样的作品称是这个一个偶然的产物，他很重视偶然性啊。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伊势台风，这是1724年在伊势地区发生的台风，这个时候正好援军就是元朝的军舰来袭击日本，在伊势湾已经布满了军船，那天皇非常着急，马上就到这个庙宇去拜啊，到神宫去拜，就说："哎呀，赶紧把这些敌人都给我推翻了吧！"结果那天晚上大台风一来，一个晚上，第二天一看，所有的船只人、兵都死了啊。那就说台风实际上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一个必然的东西，但是在历史学上，有的时候的台风就不一样，比如说这个1724年的伊势台风，它就被称为伊势神风啊。所以说在历史学上、文学上，偶然要胜于必然，它是很具有重要意义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第五部分啊，第五部分就是读作品啊。我现在想介绍几个作品，第一个呢就是川端康成的《古都》这个作品哈，它是以这个京都为舞台，描写一对幼小时候分这个离散的同胞姐妹啊，他们重逢的故事。同胞姐妹，一个叫千重子，一个叫苗子啊。而且这个小说的排列呢是按春夏秋冬啊，第一章就是春花啊，非常美丽的一段。我们请这个弥生女士来朗读，好，请放录音。请杨老师、张老师放录音。好的，古都，川端康成，1968年，第一章，
春花，千虫子发现老枫树干上的紫花地丁开了花，啊，今年又开花了。千虫子感受到春光的明媚，在城里狭窄的院落里，这棵枫树可算是大树了，树干比千虫子的腰围还粗，当然它那粗老的树皮长满青苔的树干怎能比得上千虫子娇嫩的身躯。枫树的树干在千虫子腰间一般高的地方稍向右倾，在比千虫子的头部还高的地方向右倾斜得更厉害了，枝桠从倾斜的地方伸展开去，占据了整个庭院。它那长长的枝梢也许是负荷太重有点下垂了，在树干弯曲的下方有两个小洞，紫花地丁就分别在那儿寄生，并且每到春天就开花。千虫子懂事的时候起，那树上就有两株紫花地丁了。上边那株和下边这株相距约莫一尺，妙龄的千虫子不免想到，上边和下边的紫花地丁彼此会不会相见，会不会相识呢？他思索着，紫花地丁相见和相识是什么意思呢？紫花地丁每到春天就开花，一般开三朵，最多五朵。尽管如此，每年春天它都要在树上这个小洞里抽芽开花。千虫子时而在廊道上眺望，时而在树根旁仰视，不时被树上那株紫花地丁的生命所打动，又勾起孤单的伤感情绪。在这种地方寄生并且活下去，来店铺的客人们虽很欣赏枫树的奇姿形态，却很少有人注意树上还开着紫花地丁。那长着老树瘤子的粗干在高处都长满了青苔，更增添了它的威武和雅致，而寄生在上面的小小的紫花地丁自然就不显眼了。好，谢谢，谢谢民生女士，读得非常的好，非常的优优美，很好。我们现在看了哈这个小说的开头部分。在开头呢他就提出了两个植物，一个是老枫树，一个是紫花地丁啊。而且对这个老枫树的描写比较长的线就是啊，描写这个老枫树呢它占据的地盘很大，就树枝延伸的很大哈，而且呢它在上边的长了很多青苔，增加了它的威武和优质雅致啊。也就是说这个老树老枫树它实际上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京都古都的
传统的这个生活意识，传统的这个审美意识啊，然后呢寄生在这个老树的树洞里边的小小的紫花地丁呢，他们有两株，相隔就一尺啊，他们实际上是代表了两个姐妹啊，每年他们都开，就是。所以呢主人公就想，哎呀，他们会相见吗？会相识吗？这么想，实际上是打了一个伏笔啊，为这个故事打了一个伏笔。而且这个花呢，它具有虽然很小，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然而又显得非常孤独啊。那我们看紫花地丁是怎样的，是这样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花，在花店里它都不进花店的啊，它可以在这个墙缝里长，也可以在树干上长，也可以在大地上长，非常小，但是生命力很强。那这里边出现的这个双胞胎姐妹，两个女孩子，她们是出生在京都的郊外的一个北山村里，但是呢，因为当时呢，认为双胞胎是不吉利的，所以出生以后呢，就必须把其中一个扔掉。那她的父母呢，就把这个千重子呢扔到京都市内的一个和服商的家门口，还好这个和服商家呢，夫妇两个人没有孩子，他们就收养了，而且他们的生活还比较中流的，还比较富裕啊。那苗子呢就留在家里，留在农村了。他爸爸呢是一个这个植木工啊，他也就做植木工。这样的话，他们两个人的经济的水平和这个身份就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小说呢，它按照春夏秋冬来排列，每个季节它都点出了那个季节的代表性的这个花啊和这个植物。比如说第一章就出现平安神宫的垂樱啊，大家看着照片，这就是平安神宫的垂樱，以后有机会去一定去看，非常非常美丽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北山村的杉树。这个杉树呢是北山村的重要经济来源，他们这个以后伐掉以后呢是要做建筑材料的。这个树干我们看很突突的，这都是人为剪裁的，而且上边的这个树梢也是需要人为剪裁，这是男性做的工作，他们是要爬到树上一根一根的来剪，但是他们不要再下来再爬上去，他们为了节省时间，就从一根树梢上跳到另一个树梢上，然后再跳，就像猴子一样在树梢上跳来跳去。但实际上这个工作很危险，苗子的父亲就在这个工作当中掉下来摔死了啊。那女性的工作是什么呢？把这个树伐了以后呢，女性要把这个树干皮剥掉，然后用沙子和着水洗干净晾干净，才能成为这个材料，建筑材料哈。然后有关这个杉树呢，还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东山魁夷，他有一幅画叫做《冬之花》，就是冬天下雪的时候，这个杉树它的样子非常漂亮，就像开的白花一样。那川端康成他看中了这幅画，他得到了一个灵感，所以他在这个小说当中就专门设了一个舞台，设在北山村里啊。那这样子他这个作品哈，因为是要写古都，他就写进了很多的这个祭典活动，比如说祇园祭啊、时代祭啊、魁祭，这是京都三大祭，非常热闹。他的故事就在这种活动、祭祀活动当中展开啊。登场人物他也是要联系到京都的传统的工商，就是和服和腰带的制作哈，比如说机织工啊，和这个和服批发店的这个老板，和这个和服经商的这个老板啊。那个名胜古迹就更多，平安神宫啊、清水寺、金阁寺啊、祇园呐、还有这个西镇呐、南善祠等等。这都是我们有去过京都人都知道，这是最有名的景点，非常美丽啊。它的特点就是说要把古都的传统的这个生活、传统的风俗、传统的美都写出来，在现代社会中描写出一个湖中天地啊。在这个湖中天地里面，它有旧与新的对峙，就是对家业等身份等级和对恋爱意识
的这个不同啊，舅就是他的父母那些老一辈的人啊，心就是双胞姐妹他们的年轻一代人的想法啊。那这个作品当中呢，这个古墓就带象征着传统性的思考方式和生活，这个紫花地钉呢就象征着双胞姐妹的生命力和孤独啊，它整个是描写出日本人的这种审美意识和传统美意识啊，是一篇非常美丽的作品。大家有机会也有中文翻译可以去读一读哈、啊。那接下来呢，还可以简单的介绍有关这个涉及到这个自然灾害的作品，比如说夏目漱石他就有啊，还有这个古川润一郎的《戏雪》也是。触及到这个问题，还有这个小松左京的这个日本沉没，这很重要，这个作品他已经编了，现在在编第三次的这个电视剧啊。再有呢就是美国和台湾作者，比如说美国的菊与刀大家可能都有读过哈、啊。我现在在这儿呢想介绍两个，就是赛珍珠的爱国者和这个司马桑敦的西南纪行啊。这个赛珍珠的爱国者，他是受奖诺贝尔奖之后的第一篇作品，他就描写一个中国的革命青年吴一万，他因为受到这个在1926年的三七年之间受到这个蒋介石国民党的这个压力啊，他就跑到台湾啊，不跑到这个日本，跟日本的一个女孩子朱结婚，描写这一段的结婚生活。它里面有很多章节非常重要，比如说日本的印象、地震、民族的不同非常重要。我现在就节选了这个地震当中的一部分哈、啊。现在请美国的王珊珊女士朗读。好，王珊珊女士有请。是要朗读还是放录音？都可以的，看你们。我朗读好了，我朗读吧。OK。赛珍珠，爱国者，1939年，地震。5月5号，端午节，天气晴朗。次郎看着随风飘动的鲤鱼，高兴地大声叫喊。这天，从海上吹来的风，与平日不大一样。猪抱起次郎，伊万赶紧把孩子接过来说，这孩子沉着呢，猪，那就请你把孩子举得高点儿，让他看得见那鲤鱼。他回答着，站着，任风把他的和服下摆吹得翻来翻去，只是看着那鲤鱼。就在那一瞬间，伊万看见那悬着大鲤鱼的杆子摇动起来，与此同时，从清早一直吹来的风突然静止了。他和猪不约而同地把视线转向大海，大海现出异样的黑色，开始膨胀。深沉的轰声不知是从大海还是地面内部隐隐传出。猪！他被恐怖袭击着，不禁叫起来。地震！他回答，声音很小，脸色变得苍白。海浪冲过来了，巨响摇撼了全岛，海浪到轰然雪崩的那一刻都看不到浪头的近处，大浪崩溃时如一块巨大的泡沫炸开，淹没了房屋和街道，如同整个大海倒压下来。比那轰然袭来的激流更恐惧的是，接下来向外洋回退的海水，房屋、人、树木被巨流卷着，通通被吸入大海。伊万恐惧了，
把头埋在次郎的肩上，瞬间脚下的大地又开始摇动。伊万听到岩石从山坡滚下来的声音，不禁伸手抓住猪的胳膊，但就是在这一刻，猪依然坚定地站着没动。随着大地摇动的巨响，树木倒地的声音，纸被撕裂的声音冲击了伊万的耳膜。抬头看时，他们的新家哗啦一下倒塌下来，他大声惊叫，但接着听到猪的声音，好了，停了，我们得救了。他好像根本不知道他所爱的家在他身后已变为一堆废墟，安然地坐下了。作为女人，猪的温柔和快活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一种敢于舍身的与欲求无关的意志。这里的人们总是像孩子一样愉快的生活，然而他们的心里好像有一种坚硬的觉悟，一旦遇到危机，这觉悟会给他们带来能够忍耐一切的力量。这个岛国的人们自古以来就受着比人还要厉害的巨大敌人的训练，他们与地震、火灾、台风搏斗，这些可怕的敌人通过搏斗训练了岛国的人们。伊万的儿子在这场搏斗中没哭一声，伊万以此为骄傲。好，谢谢。哎，太精彩了，王女士太好了，谢谢，谢谢，非常非常好，我都感动了啊。好，大家可能也都听得入神了吧？这一段呢，它是描写大地震、海啸的这个一个情景，描写的非常逼真。我读这段，我就会想到十年前福岛大地震那个情况。当时我是在学校，我都没法回家，一直在看着地震，在看着那个电视哈，在学校里、大学里待了一个晚上，那是很厉害的哈。这个描写很逼真。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吴一万他是上海人，他是中国人，他没有经历过什么地震。他来日本就一下子经历这么大地震，他就非常的惊讶，非常的恐慌。但是与此相比，与他相比，他的太太朱非常的平静啊，这个呢给他一个很大的冲击。他就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而且也马上想到日本人，其他的人啊，他就说这个朱啊，平时或者是其他日本人也是平时都很愉快，很柔和啊，很快活，但是一旦遇到危机，他们就会这个用一种他们心里掩藏着的一种敢于舍身的一种意志来这个向这个危机来挺身出去，可以忍耐，有忍耐他的这个力量哈。更重要的是，赛珍珠他在这里指出，日本人的这种人生观或者是说生死观跟日本的地震、火山、台风有关系，这个很重要，它是一个新的发现啊。菊与刀那个作家，他还没有发现到这一步啊。这个，我就认为他这个爱国者的作品哈，为理解日本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还有一位就是台湾作者司马桑敦啊，他是辽宁出生的啊，在小的时候一直在日本人的学校学习，他日语很好，后来随国民党进入台湾啊，在台湾的联合报担任记者，因为他日语好就被派到日本，在日本生活23年。他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哈，接下来有赵青女士朗读还可以准备。他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因为他经历过二战，他就想为什么这么小小的一个日本
它可以打到我们中国，而且打那么长时间。他一直考虑这个问题，在日本生活的时候，他就到处采访，到处调查。结果有一次他到了九州的鹿儿岛，他开始发现他的疑团是在这里可以找到线索，解决的线索就是日本的风土啊。他这一章呢，他设的题目是地震山摇火山口红岩荒冢草木草木哀啊。好，那请这个赵仙女士朗读。好的，老师，不过我们是已经有配乐的录音了哈。啊，可以可以放录音好吧。哎，谢谢。啊，谢谢，可以可以。好。赵青年啊，你有录音还是要我放？有录音，请您放好吗？已经配好的。嗯，好的，对对对。哦，谢谢哦。哎，我现在就放。好，谢谢谢谢。司马桑敦，西南纪行。地震山摇火山口，红岩荒冢草木哀。1962年，鹿儿岛比高雄更声色之处，则是它的身后有一个尚属幼年期仍在继续活动中的火山樱岛。樱岛位置在鹿儿岛湾的中央，和鹿儿岛只隔着50分钟渡船的一段距离。而樱岛火山口的喷烟今年不断地笼罩着鹿儿岛。你由车站上远望，往往会错觉到这是火车车库冒出来的煤烟。鹿儿岛在1914年就爆发了一次，当时喷火与熔岩淹没了全岛的22%，有8个村落失踪了。1947年，战后的第三年，又爆发了一次。这次规模虽然不大，熔岩淹没了2个村落。但在樱岛与鹿儿岛县属的大隅半岛之间，生长出了一块陆地，把樱岛由孤立状态与半岛连上了。不过，这一次爆发后引起的地震时间为时很久，据说连续地动山摇了2个多月，整个大地地心隆隆作响。人们都恐怖地觉得不知什么时候会与天地共亡。我是一个大陆人，我无由理解在这么一块经常地震地名与火口喷烟的火山岛上居民的历史意识如何。但是至少我想到，在任何人像权力、制度、伦理都无从控制的自然恐怖下，人们唯一的现实态度只是生存的虚无主义而已。在这种空间生长出来的人，偶然以压倒优势占领了他们概念中的任何必然，他们无所追求也无可追求。由林福美子，我联想到赛珍珠的《爱国者》中的那位日本女主人公，她就是九州人。她的生活艺术中所含有的那种应变而坚韧的哲学，便明显地与地震、火山爆发以及台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唯因如此，他在最大寂寞之时会想到自杀。因为唯有自杀，在他的生命观念中有一种结果，有一种位置。除此以外，必
见任何东西都不存在了。很好很好，谢谢赵青女士，念得很好，我们看这个，谢谢，我们看这个文章是她访问鹿儿岛时候的描写哈，就看到这个鹿儿岛里有樱岛，现在也是有的时候会爆发，地震、火山爆发经常袭击鹿儿岛，而且它又是台风必经之路哈。他重要的是说他自己是大陆人啊，他就根本以前没有这个体验到这种赈灾什么的，到日本以后呢，他就知道啊，这个地震呢、火山啊等等，会影响到这个岛国的人民的历史意识啊，就是在这个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控制的恐怖之下，他们的人生态度只能是一种虚无主义啊，虚无主义。而且他又强调了偶然，这个跟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石河的想法，他的学说是相近的。偶然在这样的列岛这样的自然环境当中，他会更多的这个要胜过必然啊。所以人们的这个生存人生观会倾向于虚无主义。他还提到了这个赛珍珠的爱国者，那当中的女主人就是女主人公，就是当时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珠啊，她是九州人。那司马桑尊他就说呢，他的生活艺术当中呢含有的那种应变与坚忍的哲学，这个应变就是跟那个石河说的那样突变啊，一个从一个极端突变到另外一个极端的一种那种突变的态度哈，这个呢明显的是跟这个岛国的自然有关系。他呢，这个司马桑敦呢，他是一个记者，他可以实地去调查了以后，他得到的结果呢也跟这赛珍珠相近，也和这个石河哲郎相近，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是比较关注风土的，从风土这个角度呢来理解日本人的思考方式方式的哈。所以我觉得呢，现代文学当中呢这两篇作品呢都是很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来理解日本人，来理解日本文学。好，讲了很多又耽误了大家时间，我就马上进入这个结语部分哈。日本文学的这个特质，它基于其文化，而文化呢又扎根于日本列岛这块土地啊，列岛的风土、地震、台风、火山孕育了日本文化，使它带上了与其他不同区域相迥异的这个特殊性格啊，多变啊，变化多端而富饶的四季孕育了日本人对自然的审美观，入微至细，折射出细腻的审美意识和情感。我们所感到的那种不可思议的非合理性的生死观，那种敬畏地观的这人生态度，培育他的便是这块，一方面处处埋伏着灾害的威胁，另一方面又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惠的土地，日本列岛。日本文学中的物哀樱花的意象，自然相关的这种特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反映着每个不同时代的精神特质，但支撑它的始终是列岛的风土、列岛的自然。所以我们在探讨日本文学时，有必要关注这一点啊，从风土的角度来看文化、看文学啊，这很重要，也可以运用到其他区域。比如说，我们重新探讨中国文学，我们探讨印度文学、阿拉伯文学或者西方文学啊，都可以运用上。我今天的讲座呢，稍微有一点问题出现，多耽误的时间，不好意思。我的讲的内容如果对大家有一点点帮助，我就感到很高兴。好，谢谢，我就讲到这儿。谢谢。